嘉欣，我们时间不多了，还剩不到一个小时，我们还差最后一个提示还没有找到，你有什么 idea 吗？这边那么小，我们该找的都找完了，还是没有发现到哎。好了，小欣，我们来集合一下所有线索的共同点，应该会有所发现的。一开始就是 ice cream， 我最爱吃的，从小我都会偷偷去买。没有给爸爸知道。好，接下来就是作文。那作文呢？作文我就不大爱写，每天都乱写，次次都给老师罚，回来去又给妈妈骂。很好，集合这两点，他们的共同点都是跟你妈妈有关。呵呵呵，想不到你终于来到这里，现在我要给你最后一赞的提示。什么提示？埋藏的回忆。你必须在明天早上10点前找到宝藏，才能拯救他们。这里，大家要等着我。
妈。叫的，还不快去开门！小心。池塘边的榕树上，知了在声声叫着夏天。操场边的秋千上，只有蝴蝶停在上面。黑板上老师的粉笔。虽然发生的这一切都只是一个梦，可是这个梦却是如此的真实，似乎在提醒我些什么。自从长大后，我的烦恼越来越多，生活过得很不愉快，甚至连和妈妈的关系也搞砸了。这两天的寻宝之旅，我一直都在寻找所谓的宝藏，希望它可以带给我生活上的转变。现在我终于了解了，真正的宝藏一直都在我们的心里，一颗你我都拥有的赤子之心。曾经呢